顶山，我又在南芒草朝阳。4:45，我们刚刚是从山顶走下来，这里还有另外一块可以拍照的地方。你这里的芒草特性是什么？特性是什么？特色是什么？就是特多，在山上要废话吗？爬山，你要跟他们讲要爬山。这里需要爬一小段山。还有人没来过？我穿白鞋啊，我穿白鞋。烂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这边如果前一天有下过雨，可能这边都是泥泞，会很不好走。有吧？大家有，应该会有人没来过吧？全台湾人应该都来过。我是帮大家整理一下，就是现在拍芒草的景点。然后开车上来不用太久，台北可能会拍一下冷水坑的芒草，还有茶壶山的芒草，再比较一下。不过这边人真的是很多。这条拍照就是我身后这个楼梯这边，环绕一圈。今天没有什么阳光，风超大的。好的地方就在游客中心这边，过一个马路，有一个楼梯，楼梯往上走，走个20到30分钟。有下过雨，所以地板都是泥泞，有点可怕。等一下走进去，这路口很难找哎，是往茶壶山上，然后还没到，就一个转弯的地方，我们开上来，然后一个转弯处，然后会看到一个这个牌子，目前只有这个地方可以辨识了，因为这边完全没有指标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是几公里处，反正总之就是到这边，然后从这个里面进去，我也没有来过，今天第一次来，等一下看看。我先穿个雨衣，这个来最好是穿长裤比较好。过来，这旁边还有废烟道，那个之前的那个废弃烟道。就沿着这边继续往前走。我现在已经爬上来了，刚刚真的是千辛万苦，有下雨，地板都是泥泞。我现在这边风景超好，大家看一下。他们说这个叫什么鸽子岩或是鸟嘴岩，没有一个特定的名字，那所以我就先称它为茶壶山芒草秘境吧。因为这块岩石是可以直接就是看到阴阳海的。用手机拍摄了吗？手机摄影，我滤镜超片的。你用 Spark AR 做的吗？对啊。哦，哎，很美。我给你看，我刚才拍了一张。Okay. 你看，骗人滤镜。骗人滤镜，这个是用滤镜拍的哦。对啊，这我做的滤镜。哎，这个很漂亮哎。做滤镜的。上来这。对 ，IG 这边脸孔目前只有一个。大家赶快来下载这个滤镜，非常适合拍芒草。对，要卖东西，赶快。哎，快点，快看看，自录是自录一下。上来那边。IG 这边。广告需求啦，广告需求，快点！厂商看到记得过来这边。广告需求。